叫吴家志，那大家都叫我阿水。我是屏东孩子，我在内埔出生，高雄长大，然后来这边工作是从86年左右下来。冲浪可以变成工作的话，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梦寐以求的机会。好，这是休息的动作。别浪来哦，站稳哦，别浪。好，我看，走。对嘛，一秒钟之内。面对这个安全的部分，我是很严格的。冲浪能够让一个人的心变宽，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变少。人家冲早浪，我们冲冲小孩上课。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是每天早浪，有了小孩之后把一半的时间给家庭，心情也是不一样的。有小孩的要把时间给小孩是对的。冲不是重要，心情不冲会死。在冲浪的领域里面，我觉得最重要，先对环境的敏感度要很高。你在等浪的时候，你必须怎么去看那个浪，这道浪可不可以冲？有人冲了，你可不可以冲？学习到规则，全世界都一样的冲浪文化，了解这些之后，才有最后的来临，你才能够站在板子上，能够完整的去享受到这个冲浪的快乐。一个 logo 就好，不要太多，就在中间这样。这第一个出港，这张板子是在冲大浪的。每天这样子过，我觉得很充实啊，玩很重要，玩到老，而且要做啊，要玩也要做，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。那时候。土石流把我的店全部淹掉，下面全部淹掉，然后整个8、9、10、11月都没办法做生意，整个我们这个社区完全没办法做生意。我打算放弃掉这边，但是遇到那么多问题都已经撑过去了，就跟冲浪一样嘛，你歪爆了，你掉到水里面去了，或许你头撞伤了，但是你还是要爬回板子上，两只手干什么？持续的往外滑。滑到外面你就安全了，你如果不安全，你就被海浪解决掉了。所以我选择我不要当溺水的那个人，我要选择我要赶快上板，赶快往外滑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要到我的目标，我再休息。我是阿水，我是台湾的 surfer。Yes.